刚刚我们已经拍好影片了，还记得我们几吗？我叫 Tori， 我是 Annie。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我们现在正在厕所。嗯，然后你看我的浴缸里面超多玩具。我们其实有洗马桶，给你们吃马桶。我们现在我们要先做一些东西。还记得那个我们刚拍的那个肥猪嘟嘟的门吗？对，我们现在呀要先用的东西，我们去我们要去厕所用。我们这次要用。等我啊！你要去用泡泡东西。好，现在等一下 ，Tori， 我问你哦，这是什么？什么？刚看到。这是刷身体的。好可爱哦！我们等我们。今天洗澡能用吗？可以呀。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用我们。还在洗的时候，因为那上面有点肥皂。我们需要。好香。我们需要。擦个手。其实我们两个不是姐妹，我今年八岁，她今年六岁。哦，不是姐妹，我是她的朋友而已，我只是来玩而已。在我家，对啊，这是她家，不是我家。我们晚上会一起洗澡，就在这里。我们是偶尔会一起洗来，不是每一次，因为我有时候很早回去。对，我们家应该很近，所以才会一起玩，我们才可以一起拍影片。所以我现在要把我全部。借我看一下这个。好，顺便跟你们讲一些恐龙。如果你们是不认恐龙的，就是雷龙，这是雷龙。长颈龙，这哪是长颈龙？这是雷龙。不是啦，不，它脖子很长啊，所以它吃树叶。哦，对哈。然后是三角龙，三角龙。我现在三角龙绿色的蓝色的，我要做实验的啦，不要再听了。好啦，我要做实验了。我们蛋龙，我们先用这个挤一挤。好，哦，用乳液挤。我们先太多了吧，我们先用乳液挤一挤，再加一点肥皂。先等他弄完，然后我先在他们逛逛，好不好？我先在他们逛逛。不要，因为我要给他们看我们在做什么啊。好。所以你自己也做一个，啊，Annie，你自己也用这些材料做一个。我们一起做。怎么做啊？怎么用啊？就是先挤乳液在杯子呢。先挤乳液。用这个好可不可以？不是，你要跟我一样用同一个，你要跟我用同一个，这个是什么？先用乳液吗？那这个吗？先用。哎，我看哪个是，哪个是牛液？这个是吗？等一下，我们要先做实验。各位观众，先等一下哈。这乳液，哦，好，那我先挤一挤。没有了，我要给你们看我们在做什么。是乳液，你们要先用这种乳液。然后什么乳液都可以啊，就是要用乳液。乳液先挤一点点。啊，怎么挤啊？怎么挤？帮我挤一下。好了，好，差不多这么多，这么多。然后再加一点这个肥皂，然后再加这个肥皂，然后再加漱口水，然后给它搅拌。好，接下来放哪一种？要用这个吸收乳。你放什么口红都可以，我要放吸收乳、三角龙、吸收乳。这不是洗发乳，这是洗澡。哦，这是洗澡的乳液，就是用洗澡的，差不多在这里，这个白比较黄的，这里是这个，差不多这么多，这个。好，接下来用这个吧，这个，对。好，接下来要用这种的，这个的。好，现在会都像这样，漱口这样子，漱口水，这个，这个，对。现在我们要用这个漱口水。然后里面加什么恐龙？你都
也要这样。然后我们接下来用漱口水就变成这样。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就出来。然后选什么口呢？你都可以。好，我要用这个雷龙。这其实我要用这个雷龙，它要用三角龙啊，放进去对吧？对，然后再搅一搅。我们要放进去。哦，恐龙要进了，我胜利啦！然后再来，我要先洗个手。然后再来，我们就要用一点。我看这是什么？小心一点。再要用这是什么？一点巴黎的，巴黎什么？那个旋铺。等一下，我们要用旋铺。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看它长什么样子，好吗？那我要先加，你要加完以后把恐龙拿出来，把恐龙拿出来，然后丢到这里，然后呢再把恐龙拿出来，把我的恐龙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我的恐龙变这样子，你看我的恐龙，哎呦，我们把它这里丢到这里面，然后你看，我们把它丢到这里面去，丢到这里面去了。我因为离它比较近，所以我来给他们看。给你水吗？不是，滴水。好像 CNC 哦，这个颜色好像 CNC 哦，对不对？有点像，对不对？啊！这个呢？这是刚刚用的。然后再来加一点这个，好，接下来我们要加点这个。刚刚我们使用过的，就是第二个也是。哎，然后挤一点，然后长这样子，另外一个下一个长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颜色就哦，不要这样子，哎，你不要这样，不然你等一下会扑上去。好，所以不要给他们看颜色，我们等一下把它倒到透明的里面就。好，那我直接用说，是很有点淡黄的，然后有很多泡泡，然后泡泡有一些白色的，然后有一些大，然后有点光线。然后一人再拿一瓶这个。我有，我们等一下要用这个。对，我有。然后我们把它挤到里面去。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挤到里面哦。打开。这什么颜色啊？我可以挤挤看吗？啊，它是这样。这个颜色好，这是灰色的，有点灰灰亮亮的，有点灰灰亮亮的，像这样子。这是你真的做过的实验吗？不是，这是我今天才想的。再用它搅一搅。好，那我们要用这个来搅一搅。然后最后，用这个来搅一搅。然后我们把这个倒出来。用碘水，我先倒进去了。这先洗一洗，先把这个洗一洗，免得这会脏掉。然后我把它倒进去，它就长这样子，很像百香果汁的。那我给他们看我的，给他们看我的吧。我先去拿，这个应该可以吧？太大了。小的。现在我要带给你们看我的，像不像那个你们很常常喝过的，有些人常常喝过的 CNC 的好喝的饮料汽水？好，要倒出来吗？还是倒回去？好，现在我们要洗一洗了。就是会变成这样子，你们也可以做做看哦。然后我现在想要加牙膏，我们现在要加牙膏，就是更多的实验，它长这样子，你们要买这种的才行哦。对，它是淡绿色的，淡，我也不觉得它是蓝色，对，它是淡蓝色的，要加进去，来给我，这有点
滑，所以你们不要，千万不要弄扔死了。你们就是如果还是比，如果没有，其实这个是用我做过，但是它需要有一个比那个有热水箱还要大的洗衣机来帮助，所以只需要这样子一个比较大的姐姐来帮助，就是需要八岁以上。如果呢，你们是一到七岁，你们都需要帮忙的啊。我是八岁，他六岁，所以我需要陪他。啊，我们实验结果那个小高加进去就变成这样，然后下面就变成绿色、蓝色。但是我把它搅好了，所以它就摊在下面。那这给我放下去，我把它搅好了。啊，我要搅，看看会变成怎样。来，顺便给你们看，搅一搅。哦，变化哎！搅一搅看看，到底会变成怎样呢？它搅的过程也给你们看。它搅的过程就是会分开，搅快一点好了。哦，上面有点蓝色，现在混合变成快要绿色、淡绿色，但下面还是黄色，但是上面变成绿色。因为黄色加蓝色会变成绿色，所以上面我变好小块啊。嗯，你看我变一小块。哎，你比我多哎。我看你了，你怎么变绿色？这是这实验的厉害的结果，你这也变成绿色了。啊，我都变成绿色了，你看。下面变得好小块哦，我给你们看。我需要蹲低才能让你们看到，所以所以能借我这个椅子吗？因为我需要蹲低那些之类的，烦死我，有点烦。那这个先丢在里面。好，现在我先坐姿。你要的工具先拿给我，因为我要跟他们讲。因为你要先忙你的，啊，你把你要的东西。啊，这边就是那些混合体，你可以用这个的，或者也可以用汤匙，但是汤匙一定要洗干净，不然你忘了是哪一个，你吃了你一定会瘦，你就会去急诊室的。好，这样一直转。我的变成绿色了，我上面变成绿色了，你看。上面变成绿色，你们不可以看，因为等一下会不会打翻。实验结果，但这不行喝哦。如果呢，一到五小宝宝就是零岁到七岁的小孩都需要八岁到二十一岁的人来帮助他，因为他六岁啊，我八岁。不行，我做过真的。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手就会变得很脏、很脏、很黏、很黏。你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这样。上次有一个人做过，就是他失败，结果就会变成那样，手超黏的。那我没有失败，还是有成功？只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需要的。我们失败还成功？成功，因为手没有黏到。啊，完了吗？完了。好，拜拜！等一下哦，记得按订阅、按赞。对。好，拜拜。拜拜。下一集我们还会出现哦，拜拜。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做哦，拜拜。